瑞丰见黑毛方六出了风头，也不甘寂寞，要把自己的所闻所见呢也去报告大家。可是呢，齐老人拦住了他：“你少出去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万一叫侦探看见，说你是囚犯呢，你好好跟家坐着。”瑞丰无可如何，只好蹲在家里边，把在戏园子里的见闻呢都说与大嫂跟孩子们听。瑞丰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敢冒险见过大阵势的英雄好汉了。大赤包呢，他对童芳的死啊觉得满意。童芳的尸身已同小文夫妇的一起被扔弃在城外了。大赤包以为这是童芳的最合适的归宿，他决定不许任何人给童芳办丧事，一来为了解恨，二来避免嫌疑。好家伙，要叫日本人知道了童芳是冠家的人，那还了得呀。他吩咐了高弟儿与男女的仆人，绝对不许到外边去说死在文若霞身旁的是童芳。而只准说童芳拐了金银首饰偷跑了，他并且到白巡长那儿报了案了。就这样把童芳结束了，大赤包开始啊到处去奔走，好把招弟儿一坨灌小河赶快的营救出来。大赤包找到了蓝东阳，东阳因为办事不力已然受到了申斥，记离他过。有记过与受申斥，东阳呢想象到了撤职丢差，他怕，他恐慌，他忧虑，他恨不能咬掉谁一块肉。他那个眼珠子经常的往上翻，大有永远不再落下来的那个趋势了。他必须设法破获凶手，以便将功赎罪，仍然做一个红人。看大纸包来了，他马上想起来了，好嘞，就拿冠家开刀吧。童芳有鬼病，无疑的。他呢，也得把招弟儿一坨灌小河咬住。硬说冠家吃里扒外，要刺杀皇军的军官。这个大赤包啊，这回是真的动了心了。招弟儿是他的掌上明珠啊，高一坨是他的一种爱人呢。他必须马上把他们给救出来，并没有十分关切冠小河，因为冠小河到如今呢还没弄成个一官半职，差不多就是一废物。真要是不幸冠小河死在了狱中，他大赤包也不会十分伤心的，说不定啊，哎，他还许啊在冠小河死后改嫁给一坨呢。大赤包的心路宽，眼光远，一眼就看出老远老远去。不过现在大赤包既奔走营救招弟儿与一坨，也就不好意思不捎点手把冠小河牵出来罢了。虽然心中很不好受，见到了东阳啊，大赤包还是大摇大摆的。他可不是轻易皱眉的人，大模大样的，好像啊心中连豆大的事情也没有。他喊着：“哎，东阳，哎，有什么消息没有啊？”东阳的脸上一个劲儿的抽，身子不住的扭，就好像吃过烟油子那个壁虎。东阳决定不回答什么，他的眼看着自己的心，他的心变成了一剂毒药。见东阳不出一声，大赤包和胖橘子闲扯了几句。胖橘子的身体面积大，容易被碰着，所以受了不少的伤，虽然不怎么重，可是呢他已经和东阳发了好几回脾气了。一个处长太太而随便被人家给碰伤喽，他那个精神上的损失那比肉体上要大了好多呀。自打做了处长太太以来，有意无意的他模仿大赤包那是很有成绩的，他骄傲狂妄，目中无人，到处得摆出架子来。他讨厌东阳的肮脏
吝啬与无休无止的性欲的要求，但是他又不肯轻易地放弃了处长太太，因此呢，他只能对东阳和别人时常发威闹脾气，以便发泄心中的怨气。他喜欢跟大赤包闲扯，他本是大赤包的门徒，现在呢，他可是跟大赤包能平起平坐了，所以感到自傲。同时啊，在经验上、年纪上、排场上，他到底呀、啊、得让这个大赤包一步，所以不能不向大赤包讨教。虽然有时候他深盼大赤包死掉，好使他独霸北平，但是一见了大赤包的面啊，他仿佛又不忍去诅咒老朋友，而觉得他们两个拼在一处啊，也许这个势力更大一些。大赤包今天可不预备多跟橘子闲谈，他还得去奔走呢。胖橘子呢，愿意跟大赤包一块出去，胖橘子不高兴蹲在家里头接受或者是发脾气，因为东阳这两天呢老是一脑门子官司，胖橘子不发起，东阳就得横着来。大赤包也愿意有橘子陪着他去奔走，因为两个面子凑在一处啊，那个效力当然大了一倍了。橘子开始忙着往身上擦抹这个驰名药膏和万金油，预备陪着大赤包出征了。东阳呢拦住了橘子，没解释，就是干脆不准他出去。橘子这个胖脸红得像个海螃蟹，他含着怒问，为什么呀，为什么呀？东阳不吭一声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啃手指甲。被橘子问急了，他才说了句，我不准你出去。大赤包看出来了，东阳啊是不准橘子陪他出去，他很不高兴，可是仍然保持着外长劲儿，勉强地笑着，哟，得嘞，算了吧，我一人也会走。橘子转过了脸，一定要跟着客人走。东阳不懂得什么叫礼貌，什么叫规矩，他把实话说出来了，我不准你同他出去。大赤包你脸红了，雀斑变成了一些小葡萄，灰中带紫。怎么着，东阳啊，看我有点不顺序的事儿，马上就躲着我呀？我告诉你，老太太还不会叫这点事儿给难住。哼，我瞎了眼了，我拿你做朋友。你要知道啊，招点出头露面的登台，原是为捧你。别忘恩负义，你掰开手指头算算，吃过多少顿饭，喝过多少酒咖啡。说句不好听的话啊，我要是把那些东西喂了狗，他们都得冲我摇摇尾巴。大赤包本来啊觉得自己很伟大，可是一骂起人来呀、啊、也不是怎么的，他就找不着伟大的那个言语了，而只把饭食跟这个咖啡想起来了。这是大赤包自己呀、啊、也感到有点失体统，而又不能不顺着气儿骂下去。东阳是自信有丰富的想象力的，一定能够想起些光鬼的言语来反攻，可是他只想起来，我还给你们买过东西呢。嗯，你买过？哟，不错不错，一包花生豆，俩凉柿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小子别太目中无人啊，老太太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说完了，大赤包抓起了提包，冷笑了两声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。胖橘子反倒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以交情说，他实在不高兴东阳那么对待大赤包，他觉得大赤包总多少啊比东阳更像个人，更可爱一点。可是呢，大赤包的责骂也多少把他包括在里边了。他到底是东阳的太太呀，为什么不叫东阳大方一点，而老白吃白喝惯家呢？大赤包虽骂的是东阳，可是也把他胖橘子连累在里边了。
她是个妇人。她看一杯咖啡的价值啊，在彼此争吵的时候，比什么友谊友情更重要。为了这个，胖橘子不愿意和东阳开火，可是呢，不和东阳开火又减了自己的威风。胖橘子只好板着脸发愣。东阳的心里啊是善于藏话的，他不愿意告诉个中的真意，可是呢，为了避免太太的发威，他决定吐露一点消息了。告诉你，我要逗一逗他，打倒了他我有好处的。然后他用诗的语言说出了一点他的心意。橘子起初并不十分赞同他的计划。不错，大赤包有时候的确是盛气凌人，使人难堪，但是他们到底是朋友啊，怎么好翻脸为仇作对呢？胖橘子想了一会儿，拿不定主意了，想到了最后，他同意了东阳的意见。好吧，把大赤包打下去，而使自己成为北平天字第一号的女霸，也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。在这混乱的年月与局面之中啊，他想，只有狠心，那才是成功的秘诀。假如当初他不狠心甩了瑞丰，他能变成处长太太吗？不能。好嘞，他跟大赤包既同是新时代的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何必一定非捧着大赤包而使自己做第二把交椅呢？胖橘子笑了，在接受了东阳的意见，并且愿意帮着他。东阳的绿脸上有了一点点的笑意。夫妇俩靠近了，嘀咕了半天。他们必须去报告，说同方是冠家的人，叫日本人怀疑冠家，然后呢，他们再从多少方面设法栽赃，找证据把大赤包置之死地。即使他死不了，他们也必须弄掉他的所长，使他不再扬眉吐气。师弟，只要把他咬住，这个案子就有了交代啊，我的地位啊也就可以稳当了呀。你呢，你该去运动，把那个所长地位拿过来。胖橘子的眼睛亮了很多，他真没想到东阳会有这么多的心路，竟自想起教他去做所长了。从他一认识东阳啊，一直到嫁给他，他都没有真的喜爱过他一回。今天他感觉到东阳的确是个可爱的人了。他不但给了他处长太太，还能叫他做上所长。除了声势地位，他还看见了整堆的钞票像被狂风吹着走动的黄沙似的朝他飞过来了。只要做一两年妓女检查所的所长，他的后半世的生活都不成问题了。一旦有了那个把握，她将是最自由的女人。蓝东阳没法再干涉她的行动，她可以放胆的任意而为，不再受丝毫的拘束。她吻了蓝东阳的绿脸，今儿个她可真喜欢他了。等事情成功之后，再把她踩在脚底下，像踩一个虫子似的收拾她。橘子马上穿上了最好的衣服，准备出去活动了。他不能再偷懒了，而必须挺起一身的胖肉去找那个肥差事。等差事到手了，他再加倍的偷懒，连洗脸都让女仆人替他动手，那才是福气呢。瑞轩听到了戏园子中的暴动和小文夫妇与同方的死亡，他觉得对不起同方。钱先生曾经嘱咐过他，照应着他，他可是丝毫没有尽力。除了这点惭愧，他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感到什么兴奋。不错，他知道小文夫妇死的冤枉，但是他自己的父亲难道死的不冤枉吗？假若他不能去为父报仇，他也就用不着再替别人的冤枉表示愤慨了。从一种意义来说，他以为小文夫妇都可以算作艺术家，都死得可惜。但是假如艺术家只是听天由命的狗安于乱世，不会反抗，不会自卫，那么惨死
便是他们必然的归宿。有这些念头在他的心里边，他几乎打不起精神去注意那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了。假若小文夫妇与同方的惨死只在他心中飘过，对于冠家那些狗男女的遭遇，他就根本没有理会。一天到晚，自从办过了丧事之后，他总是那么安安静静的，不言不语的做着他的事情。从表面上看，他好像是抱定了逆来顺受的道理，不声不响地度着苦难的日子。在他的心里，他却没有一刻的宁静。他忘不了父亲的惨死，于是也就把自己看成最没出息的人。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完全没有了作用，除非他能替父亲报了仇。这个他知道，可绝不是专为尽孝。他是新时代的中国人，他绝不甘心把自己只看成父母的一部分，而且为父母丧掉了自己的生命。他知道父子的关系是生命的延续关系，最合理的孝道恐怕是继承父辈的成就，把它发扬光大，好叫下一辈得到更好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。生命是延续，是进步，是活在今天而关切着明天的人类福利。新的生命不能阻拦，也不能代替老的生命的死亡。假若他的父亲是老死的或者是病死的，他一定一方面很悲痛，一方面要打起精神，勇敢地面向明天的责任走下去。但是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，假如他不敢用自己的血去血耻报仇，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里边。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，也会杀他的子孙。今天他若想偷生，他便只给儿孙留下耻辱，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起死亡呢。可是啊，有一件事情使瑞宣呢稍微的高了点兴。当邻居们都正在注意冠家与文家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号的两个日本男人都被征调了走了。瑞宣觉得这比小何跟招弟儿的被捕更有意义。冠家妇女的下狱，在他看，那不过是动乱时代的一种必然发生的丑剧。而一号的男人被调去当炮灰，却说明了侵略者那也得大量的、不断的投资，把百姓的血洒在战场上。随着士兵的伤亡，便来了家庭的毁灭，生产的人力的缺乏与腐血经费的增加。侵略呢，只便宜了将官跟资本家，而民众呢，就得去卖命。